各位同心，我们就继续来上闭幕式哈，一样用掌声欢迎一下议长，谢谢。我看大家我拢会足清楚这个情形，咱起码较因为阁有一寡啊同心也袂离白吼，进前。我先啊，有人甲问讲，我是啥物大名吼？有诶拢毋知啊吼。啊，所以我即个机会我补充一下吼。我诶名是即几工啊，是来新闻啊，甲电视话足闹热咧。迄个一个叫做张燕。文有没有？唔知有看到？无啦，我唔是张燕文啦，我是张文燕啦，嘿啦，嘿啦，我啊伊迄是张燕文，拢三字拢同款，但是排列嘿无同款啦。安尼大家都足清楚啊嘛吼。啊。希望讲，若要搁较了解我诶吼，搁加两字教授，张文燕教授。啊，你入去谷歌，入去雅虎，爱看到我诶资料。吼，安尼就可能我足清楚。啊，若要看到我诶，做左右铭吼，四个一，一一一一，人力银行内底有一个华人吼，名人小传，小的传记，啊，甲拍张文燕。啊，内底有我的写的传记，从小到啊，从小啊，大学啊，还有啊，就是工作的时候啊，一直到取得教授的过程拢有啦。哦，啊，这就是咱上头大家也未入来以前吼，我自我介绍一下。好，咱即摆开始啊，吼，正式啊，因为足难得个，我若做闭幕式啊，拢有叫几个啊较特别的，吼，啊，互伊来讲心得。以前高级班有一个为南非回来这儿上课呢，一个头23岁的一个女生啊，伊讲听因老爸讲啊，因老爸安排去来这儿上课，初级班、高级班拢上了。因老爸佫甲安排讲，一年要去甲日本大学、日本某一个大学交流学生，要去日本学习一年。因老爸咧培养伊，咱伊迄个南非我讲英文诶，日本我较袂晓。啊，培养因第二代搁去读日本，所以我很难得，吼、哦，咱有甲邀请来讲个心得。啊，咱这班那很难得有日本啊，算讲啊，冲绳县来啊，咱会讲华侨也好，啊，即日本啊朋友也好，咱。啊，用扑克声甲欢迎因来甲咱讲一个心得一下吼。啊，这个咱这个就是
啊，陆德慈嘛，吼、哦、啊，女士，啊，甲一个啊梁次吼、哦、牧师啦，吼、哦，啊啊，请因来啊，甲咱演讲吼、哦，啊，伊会要做心得，啊，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吼、哦，啊，予大家了解者，搁甲歌请拍，哎，吹落这里。哦，啊，足欢迎吼、哦！啊，因两位吼、哦、来参加，啊，我是讲，互因自我介绍一下吼、哦，啊，我请伊甲咱翻一下吼、哦，算讲因一对夫妇吼、哦，可以了。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お元気ですか？私は高安パウロと申しますが、お父さんお母さんからもらった名前は良治です。高江州何故に高安良治一部一字嘛讲保罗是迄、那个圣经的迄个名吼，即有一个见证了，总是无时间通讲。他的父母亲给他的名字叫做梁次，优良的梁，还有下次的次。啊、哦，はい、長い名前ですから、台湾の教会のお友達は私のことをカオムスと言ってました。啊、台湾的迄、那个来三年半来台湾，啊，底下的服务时阵，人拢改叫高牧师。ですから、高牧师で結構です。啊叫他叫高牧师就可以了。私は皆さんに会えて嬉しいんです。讲会当甲咱大家三见面，足欢喜的。はい。それで私は2000そうですね7年に台湾1月に台湾に参りました。2007年的时阵，十月遐有来台湾。私は台湾の人々がとっても大好きです。日本台湾的人足欢喜的，为足欢喜，哎，真正甲台湾的人熟悉。私の家内が台湾ですし。因为一般是台湾人啦，哈。台湾に親戚がたくさんいます。啊，台湾有真多亲戚啊。私の二つの祖国です。就是第二的祖国啦，祖国，哈。はい。それで私は2年7年に参りまして2ヶ月後に一つの歌を作詞作曲しました。あ、伊来台湾了做一个一条歌。これは一言で言えば台湾の方々と共に笑い共に悲しみ、そういう愛の歌です。伊就是讲做这条歌就是讲甲咱台湾人三个艰苦三个欢喜。簡単にその歌詞を申し上げます。真簡単に講下歌詞。これは台湾はさつまいもお芋さんに似てますから。台湾親戚番薯呀。Sweet potato song と言います。啊，迄歌的名是写讲 sweet potato， 就是讲真迄番薯。英文もあるんですが、今日は日本語で歌います。啊，有英文的，然后总是伊今仔日要唱是日本话。一節は台湾よどこへ行く。讲台湾啊，恁要去倒位啊？台湾よどこへ行く。台湾啊，恁要去倒位？遥かな道を目指して。哦，恁在迄个遥远的地方。君は旅へ行く。你们要旅行啦。二節は啊，第二節。台湾よ泣かないで。讲台湾你唔当哭哦。間違えました。台湾よ共に泣こう。哦，讲台湾啊，咱做伙来哭啦。台湾よ共に笑おう。啊，台湾啊，咱做伙来笑。君のすぐそばにイエス様がいつもいらっしゃいます。讲伫你的边啊，有因有主耶稣甲你参加伫的。三節目、台湾よ立ち上がれ。讲台湾啊，第三章吼，台湾啊，大家拢总站起来。台湾よ立ち上がれ。台湾啊，得爱站起来。やがて君の国が必ず生まれる時が来る。将来恁的確有一个台湾的国会出现。台湾よ、共に
祈祷。台湾啊，咱三合作会来祈祷。台湾よ、どんなことでも共に祈ろう。无论什么代志，咱拢通对这个主耶稣祈祷。君と僕たちで、你甲我、築い素晴らしい国を築いていきましょう。咱做一个真水真好的国家。四番目。第四节。台湾よ、共に歩こう。讲台湾啊，咱做伙来行。嬉しい時も悲しい時も共に歩こう。困難、無論に欢喜还是困難的时阵，咱做伙来行。君の行く手には、弟弟そば行けろ。愛の神であるイエス様が待ってるよ。讲弟弟弟弟的头前有主耶稣听你的，迄个主耶稣底下在听候咱。では歌いますね。あ、来不来唱哦？昨日ちょっと風邪で喉を痛めましたが、そんなにいい声ではありません。不是真水的声喉。どうぞお許しください。请你大家原谅。では歌います。台湾よ、どこへ行く？台湾よ、どこへ行く？遥かな道を目指して君は旅に出る台湾よ共に泣こう台湾よ共に笑おう君のすぐそばに主イエスがいつもいる台湾よ立ち上がれ台湾よ立ち上がれやがて君の国が TCG かやがて君の国が生まれる時が来る台湾よ共に祈ろう台湾よ、共に祈ろう。君と僕たちで台湾連、十分連。台湾連は十分連ですね。君と僕たちで築きゆく神の国。台湾よ、共に歩こう。台湾よ、共に歩こう。君の行く手には主イエスが待っている主イエスが待っているアーメンハレルヤ皆さん私は陳先生と友達になったんです讲我这班的是甲这个丹天师这个是牧师2007年1月16日2007年1月16日船に乗ってポッポーポッポーってね船に乗って台湾のキールに着きました来到台湾それから3年半来台湾3年半少年大学シルバー大学ですね是松年大学そこで台湾中級日本語を教えました中級日本語を教えました。中底下で、伊で中心底下で教日語中級的日語班。65歳から93歳までの学生たちがいっぱいいました。65歳以上到93歳。はい。日本語を教えました。伊で教日語。外来語を教えました。就是教那个外来语啊。はい。それから手紙の書き方から。啊，要安怎写日语的批？昔の日本時代の夏メロですね。啊，以前的咱日本台湾人真爱唱的古早古早的日本歌吼。青い山脈とかいろいろですね。青い山脈、青い山脈。タ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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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タラランタンタンですね。いろんな歌を歌いました。そして。聖書の講義をしました。それから、まあ、火曜から金曜まで、少年大学のクラスがあるんですけど、土曜日曜日は
台湾長老教会の原住民の教会、いろんな種族の教会を日曜日の礼拝で説教するために参りました。礼拝吼，伊就去写迄个原住民的教会。その時浦井教会の陳天石牧師に会ったんですね。あ、迄个时阵叫基督教的陳天石牧師哈。話が時間が決められてますから、もう結論を急ぎますけど。因为时间已经够了，所以袂当讲真长。この人は旧約聖書のダビデとヨナタンみたいに親しい関係です。日本語ができますから。そして PCG の話を聞いたんです。私はね、びっくりしちゃいました。なぜかというと、戦後の日本人は台湾は国民党の国民党が正式な政府で、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す、大体。はい。で台湾はもうとっても東南アジアで、その商業貿易が盛んになって豊かな国であるというふうにみんな思ってるんです。伊听着讲，台湾是商业啦，是经济方面吼，拢足真丰富的啦。台湾の人はもう本当に笑顔が美しくて親切で人情が細かな人たちです。みんな日本人台湾人好きなんですけど。日本人对台湾人真爱。空も青い、海も青い、食べ物は美味しい。どこ？台湾。台湾よ。この台湾の。東洋のハワイよ。天色が真水よ。真看大家の光景が真水。日本人大好きなんだね。所以日本人真愛台湾人。でも国民党が亡命政府だってことは私も含めて全然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大家到台湾了，听讲，哎，什么中华民国是亡命的政府哦。我听一个讲惊一跳。ほんの3週間前に陳先生のご夫妻が私どもの沖縄に1週間おいでくださいました。拄好这一礼拜前，拄好陈天赐牧师与师母吼，啊两个有来阮的所在住一礼拜。先生 ，TCG 你行こう。TCG に行きましょう、行きましょう、参加してください。まあ引っ張らないけどね。とても進めてくださいました。参加で上課、去民政府遐读迄个这班吼，读上底下读课。そしてあなたは日本で TCG のことをお友達やみんなの人にお話をしてください。讲你会使将这台湾的这民政府的问题讲给日本的人遐来听。台湾人は天皇陛下の子供ですよ。日本人ですよ。本来迄个天皇的子孙呢。びっくり、私も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けど。私たち夫婦は思いました。そうだ、行かなくちゃいけない。应该去哦。私の母ちゃんは、家内は台湾人。親戚がたくさんいる。台湾人は私の家族だ。台湾の親戚は私の家族。だからもっと勉強しなくちゃいけない。应该要去了解台湾。新台湾論読まなくちゃ。勉強で新的台湾。そして林士祥先生がたくさんご本を書い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ね。听讲林秘书伊一写真侪册。全部これを読まなくちゃ。这册应这书吼应该爱读较侪嘞。そして私たち夫婦は日本と台湾の架け橋ブリッジになろうと思いました。就想讲咱会当一帮来做台湾甲那做日本的迄桥梁啦。残りの生涯を。私たちは、イエス様の愛の心を多くの人に述べ伝えることと、TCG のために働こうと思いました。ここに座っていらっしゃる。陳先生と奥様がいなかったら、また引っ張ってくれなければ、多分、伊来台湾、牛牛公、恁来参加参加。
TCG のことは知ら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またここに我々夫婦が立ってい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台湾の愛する皆様、ご先輩の皆様、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请大家好，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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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可以吗？啊，可以哈。我无想讲，我会当来伫遮甲大家三见面吼，啊，已经是老花啊。我不想迄落增加年龄了哈。我希望能够变成比较年轻一点，是安怎？会当去走啊，只是计去走啊，吼。只是给去团啊，总是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啊，你听我，然后哈，我觉得伫遮吼啊，因为我离开伫台湾已经要50年啊，所以我比在台湾生下来的时间还要长一点呐。啊，现在我大家个人也要讲国语。奇怪的吼，这是上帝爱我来这家，因为他是日本人，啊来随时爱讲道理吼，大家听，啊，伊都爱去学迄落日本日语迄落台湾话学校，啊，所以无办法咧，啊，阮来是爱3.5年尔，点迄个 passport 都是3.5年，啊，要申请无法度吼，啊，所以来我就随时甲伊翻译，啊我讲，我无困难呢，我无办法呢，遐尼久我拢无讲着台湾话啊，无讲着国语吼，要安怎来传？所以我祈祷讲，上帝，你若是爱我来台湾，你着赏赐我有迄个话语言的迄个因素。好，好嘞，好了，神就给我这么样子来到台湾吼。啊，这3.5年中间，啊，我无听啦、看啦，吼，真济的代志。那像隔壁那怪怪的款咯吼，总是我还不觉得怎么样，因为我无读无在上这个课，唔知影嘛，吼、哦、啊，所以我就转去了后，啊，这陈牧师讲，伊就甲我招招讲，过来，你来，你来，你来，吼、哦，你应该要把他两重国籍呀、啊，还是讲叫我得什么身份证呐、啊，还是啥货安尼，我甲讲个一大堆吼。我等阮先生都无办法，要安怎遐尼济岁啊吼？啊，佮目睭佮无看见，啊，要安怎来行？啊，即班来的时阵，因为我听到遐尼济代志吼，过去啊，咱是有影，我是国民党，差一点就加入国民党啦，吼！啊，人甲我招，我讲啊，我无时间，安尼。啊，所以我就没有参加，不知道，因为我有参加军中服务的，哦，啊，所以，我过去是有影嘉义县的出身的啦，哈，啊，所以，都对这个问题 TCG 这个问题知影讲，哦，安尼哦，就是安尼哦，就是安尼哦，你拢知啦，安尼哦，哈，咱拢被骗去啊啦。真正予咱骗去，所以咱得爱站起来，吼、哦，爱知影讲咱是甚物款人，咱是倒位的人，爱要认清楚安尼啦。啊，我就甲阮先生就讲，安尼来，真正有影无毋对，啊，你得爱甲我做伙，吼、哦，啊来去将这个代志予真侪人知影。所以，我虽然阮是食个遮侪岁啊，吼。我无想讲我是真年老呢，我是甲你变一回款哦。哎，我甲的，我甲伊咪代的是呢，所以吼，我真爱咱
每一个兄弟还是姊妹哈，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讲，因为是什么？耶稣是我们的这个，所以我们就是弟兄姊妹啦。我们叫是一家人，他也做一个曲子，也是普天间的普天间，我们住在普天间呢，沖縄话也普天间，所以你们请你们可以来啊。普天间就是什么？胡店嘛，胡店嘛，很有名的是 Osprey helicopter 基地的，基地的旁边，我们住的基地的旁边，所以每天可以听到那个声音，好大好大的声音哈，嗯，所以没有办法，嗯，你不过太吵，但是我们已经惯了哈，所以好，嗯，那怎么办呢？万景公，好，我们一起来，因为我们已经过。什么？有真济个迄落问题哈，已经得到解决了，所以我们不怕，我们不要怕，不怕哈。真济人要过咧惊惊，我有甲因有一个已经比我更加济岁的人，我有甲伊讲，请伊做来，咱来读看卖。伊讲，嗯，国庆节要来了，国庆节要来了。啊，总是伊都爱去问因个，伊就像爸爸妈妈一个安尼啦。我讲我要问啥货，啊，都来都好啊，吼、哦，你若来你就知影，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啊？学什么？吼、哦，啊，我怎样？我个即马转去，今天迄个张文炎教授哈、哦，他教我们非常非常的好啊。哦但拢讲我足紧，阿姨讲咧慢慢啊讲，都好吓我，哈哈哈，都好吓我，哈，所以我真欢喜，哎，我真欢喜哈，啊，唔忙，咱这里这免阁惊起来，啊，我这是我的心得啦哈，我所得到的，我知影讲这边这摆的这个 TCG， 这是真好的问题，所以我。讲需要将这个问题啊，我更加侪人日本人，我甲阮先生吼讲，已经一定真侪人来到地讲，干阮两个人，所以哦，我对这個政治方面拢无甚物关系款的，我是呆子啊哈，啊一听了讲哦，袂歹就对，安尼有影，有影有影有影，都是有影的啦，不是无影的哈，都是有影。你可以猜你的影子啦，这是有影的哦，啊，所以我甲伊讲，咱免惊啊，我的父母亲已经不在，但是他在天上等着我们，他在天上等着我们一起去，所以我希望大家拼命努力啊，拼命努力啊，把这个新闻论，这什么新台湾论。我们放在，Okinawa， 我们放在 Okinawa， 琉球哈，新闻论，这是从林牧师，林毕书，林志生毕书长他送给我们的，还有这个也是送给我们，我们就是从陈天志牧师，他有一次我们在台湾，曾经在台湾的时候，他带我们来朝见。林毕书哈，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好的房间呢，哦，不得了哦，所以这一次哈，我非常感谢大家啊、哦、啊，会当做伙做朋友啊，望大家努力，哈、哦，好，谢谢。啊，咱足感谢哈。咱日本朋友加这个咱的算讲台湾的做现在住伫日本的同心吼高江洲加这个梁次牧师吼，咱阁热烈的加鼓掌一届希望啊，若看。咱的网站的世界啊，甲
台湾现在啊，拄啊伫三甲今日伫圆山饭店，即卖咧办世界各所在的台商拢登来伫台湾的台商会，啊，若有看到咱的网站的这个报道啊，欢迎因来参观咱台湾民政府伫桃园这个啊总部啊，咱啊总啊。中央会馆，啊，希望因来咱遮参观，哦，啊，这就是我甲大家报告安尼。啊，咱即马要阁刷落，阁复习一下，咱足重要，就是因为咱去过赢，美国讲要甲咱砍一百，啊，头拄啊，咱有一个。同心在问讲，安奈这个代志，美国拢安尼直直拖。原先因是要讲砍一百年，一百年才要甲咱讲啊。即卖头车七十年，所以咱去甲过了后啊，因诶，迄个国防部相关诶单位啊，送咱即两张啦。所以有诶毋知啊。这两张是因送的，哦，啊，这就是等于是台湾是美国的主要占领全国，啊，台湾这块土地是住在这里面的人的，啊，这个就很明显，咱一滴看出来，所以十二月二十，大家哪要来？创造自己的历史，创造你家历史，拢来报名。咱三万八，哦，交三万八，准备这个服装啦。但是恁大家爱过去读高级班啦，麻烦后礼拜来读高级班。高级班啊，了后咱有分一个证书，就是你有准备这个服装。个一顶帽啊！啊，咱啊有啥物活动，恁拢会使来参加。啊，若要会使去你外国，吼，去日本，咱拢日月天王迄个所在，拢也只能记入去啦。你想看卖？要日月天王个所在啊，房子内底经过两个。检查哨拢检查，以前咱三年前咱无去，干那这支旗啊入去内底啦，其他的旗啊拢未使入去。咱去参加了后，咱这支旗啊怎都会使入去。所以去三年拢安尼入去，所以。日本天皇啊，足清楚啊，台湾是伊的，啊无伊奈要互你入去，这就是这个情形啊。啊，所以讲大家若有兴趣的时啊，来参加高级班了后，啊来报名，咱有限制，咱去参加的人出去拢一百五十个，吼，咱有足济个咧，咱有诶。到尾来PowerPoint互你看，我看这大家拢足清楚嘛吼。美国高等法院安奈安尼判决，就是讲本土的人无国籍，无国籍成立的政府，甲人民生活在这个政治领域，啊，这就是啊，变啊讲伊无可能就无可能啊，你哪有法度去甲变？你伫迄、那个。诶，条啊，
宪法内底算出来人，你无法度变，所以说拢咧延长因咧流亡政府的寿命。哦，啊，这就是美军咧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本土台人，所以顶礼拜有外国朋友来，就是安尼。佮限制咧哦，限迄、那个美国官方限制的来咱遮。足少足少，啊！伊个是华盛顿 D.C. 啊，伊个官位拢爱经过总统提名，参议院、众议院通过。诶，人，你看伊个官位是毋是在司法部啊内底诶？副检察长，所以我足大嘞吼。啊，咱即马要过来了解一寡即，即款嘞就是，伊按算讲，要陆海空三军拢咧裁员啊嘛，吼啊，即就是即个报道啊，吼。这《苹果日报》纪德健，纪德健，这就是员工，甲法国买，啊，尹清峰，尹清峰这个案件内底一个的干，啊，这个是啥物？啊，下骹这个啥？啊，美国甲咱讲，讲安怎？美国跟我们说，军队他们来处理就好，军队他们来处理，警察要让我们来处理，啊，所以我们在训练一些比较年轻的来参加黑熊，啊，后来我们来接管警察局，派我们不是去接管，我们只派三个去跟他督导就好啊！啊，伊爱照咱的方法去执行，啊，那无执行，当场换人，吼，这类似这个的情形，吼，签一发了后吼，啊，因为国军、共军是中国军，所以美军呐、啊。伊这个报道，这那是啊，报道讲三十年来啊，第七舰队的官兵过去来台湾，这是造言，啊，这拢是予大家参考，吼、哦。啊，头拄阿咧讲安邦，这个乐山啦、啊，新竹乐山安邦雷达站，台湾赴会，啊。美军自己来建造，拢美国人做呀，无咱的员工去遐做，啊，这就是，这就正是美军保卫台湾嘛，啊，咱出钱啊，伊来，这雷达站吼，我都去到蒙古，啊，这个是东南亚啊最大的雷达站。啊，这个台中清泉岗吼，这就是正式美军保卫台湾，啊，因也是这个报道。问题是伫在十二点，暗时十二点，民航机绝对禁止进入清泉岗机场。啊，暗时因拢是美军的用啦。暗时一点，哦，可能加六点，拢美军咧用咧用这个机场。哦，啊，这个就是啊，要给大家来看，三立甲咱报道这个影片啦，咱来放三立吼，甲咱访问吼，讲
咱是这个做啥？迄、那个啊，家己制作的新闻证啦，实在唔是啦。好、哦，这个报道给大家看一下啊，拜托。宣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嗯，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嗯、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嗯、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才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红道员，所以才有这个旗子。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嗯，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10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三立新闻黄玉峰、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好，啊，咱今晚过来哈，咱发行的是晶片身份证，伊甲咱讲自己制造。这是确实是美国制造，三立甲咱讲自己制造啊。事实上，我们所发行的，现在哈、哦，咱来和大家现身说法，有用过这张身份证的美国的现身说法，好来，咱拜托。议长、秘书长，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7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行，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灰灰熊干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二变成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1234也不知道1+1=2，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
多谢各位。这个就是啊，安排大家所领的哈，生那个生身份证哈。啊，佮一个同心讲，啊，无我来关岛试看卖咧。啊，秘书长也讲过啊，吼，啊，咱这个同心啊，伊去到遐，我入去关岛，伊讲啊，无你我会使当一个要做纪念一个无？好啦好啦，甲你入境啊，这你看关岛，啊，伊讲啊，这张关岛是哪一个国家的？美国的，啊，所以讲，因海关，伊啊七个海关呐、啊，讲有四个以前捌看到这啊，讲三个讲第一摆看到，所以，咱这张身份证啊，百分之一百会得使用的，但是啊特别注意，外口啊。咧卖有诶，咧讲，伊若是台湾政府身份证咧，你着甲问讲是毋是晶片诶？啊，若晶片诶，就是咱诶啦。啊，若毋是晶片，你无去称诶。伊咧讲只号做啥？300块，啊，咱是1000块。哦，啊，大家爱分啊清楚。啊，即卖要阁拜托大家。后礼拜是高级班上课，希望大家过来参加。啊，那12月20日要去日本，去甲天皇讲安怎，你知哦？我已经去3届啊啦，3年啊啦，拢伫遐，拢也即两支啦，拢发。天皇陛下万载，拢发天皇陛下万载，安尼发啦。哦，啊，这就是讲，若要来创造历史的吼，咱斗阵来去吼。啊，这甲大家报告吼。啊，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一定爱拜托大家，有恁，咱才会成功啦。安尼对唔对啊？啊，感謝大家，今日咱到這結束，感謝。咱頭前的椅子吼，攏甲夾起來，好無？吼，啊，因為要予咱較好方便清掃吼，甲夾起來面頂，吼。夹起椅仔顶，夹起桌仔顶啦吼，椅仔甲夹起桌仔顶，甲下面夹起桌仔，好，感恩，谢谢。